各位，我们这一周的作业呢是课本的22页 Fireworks。 那我们先示范一次。而且在这个在连续放烟火的时候，就是像第一段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稍微来示范一下这个节拍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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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二段呢？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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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嘣！好，那。我们在上课也提到，我们可以透过画图来让孩子感受到这首歌的这个拍子。另外呢，由于一样的节奏，我们也可以换成不一样的声音来加强这个孩子对这首歌的印，这个节奏的印象。有人跟我说，这首歌是在教小孩叫爸爸的歌，爸。谁说？忘记了。有个家长说他老公说这首歌应该是在教小孩叫爸爸的歌。对，好，那这样子，如果小孩子已经会叫爸爸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来换不同的声音。来，我来考你哦。这个狗啊，画的像不像？我画的哦。好，那你来示范。用狗叫，然后对对，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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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哦。那第二个，这谁呀？一个老头啊，猫头鹰哦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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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的点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哦。拜拜拜拜。